好，欢迎收看番茄音乐秀。最近网上又火了一批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不管是旋律还是歌名，都包含了创作者用心打磨的诚意，初听之下即让人有非同一般的感觉。话不多说，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吧。Number 3，无人之岛，由歌手任然演唱，发布于2017年。无人之岛意为无人知道，无人知道就不会有人在乎吧。有人说这首歌作者是要写给一位已经失去的故人，所以副歌才会有那种浓浓的怅然所失的感觉，真的是一首超治愈超忧伤的歌曲。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，就算是探秘Number 2，爱存在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里的插曲，原唱是歌手魏琪琪，或许当时被很多人所忽略。最近，这位名叫林小柯的小姐姐翻唱，而将她再次带火了起来。淡淡明媚忧伤的嗓音，很有孙燕姿的感觉，来听一下吧。Number 1， Waiting for Love。 或许任何一首经典好歌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天才创作人的身影，何况这首 Waiting for Love 正是艾薇琪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作品。因为网友的 remix 版，最近他又再次火了。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欣赏这个改编后的版本吧。喜欢别忘了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